100秒的黄金时光，绽放自我。金子班的追梦精神，闪耀舞台。他们有着相同的坚定信念。是金子，是金子，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总会发光的，总会发光。每周日晚7点半，孟金元黄金100秒。收看由中国万春金9999领创品牌孟金元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有人问我，黄金100秒最需要什么样的选手？我的回答是，最需要那种在生活中掩藏、掩饰真实自我的选手，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释放真实的自我。有人也问过我，手机最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告诉他。扫描，对了，熟了。电视机前的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由中国万春金9999领创品牌孟金元提供的精美奖品。今天我们又将迎来8位挑战者，我们不知道生活中的他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希望在黄金舞台上看到真实的他们。来，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我叫薛慧薇，今年20岁，来自山西太原，现在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在这10年里，哭过、笑过、疼过、累过，但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舞蹈带给我的就是那一种简单的快乐。掌声有请薛慧薇。欢迎。你好。你好，佳明哥好。你好，杨帆哥好。你好。你今天这一身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某一个师姐？首先你的这个造型让我想起《红高粱》里的九儿。然后你再看他的笑容，有一点点，有点小巩俐的感觉。哇、哦、啊，有点像。这是你被招进去的原因吗？不，其实如果说按我们学校考学来说，并不是说你长得有多像哪一位明星，不是说我长得多像谁谁谁，或者是我怎么样我就考得上，是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要有属于自己的一种风格。像我经常看佳明哥的主持，就是感觉形象气质很统一，就这种感觉让人就看上去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对，就舞台这边是很统一的，那边是很分裂的，是吧？对，太帅了。但是确实慧薇很让人羡慕啊，中戏表演系啊，这真的是明星的摇篮。而且每一年我觉得大家到了这个艺考的时候、你们学校还有北电都是上文化新闻的头条啊。没错。你还记得你当年考的时候是有多少人吗？我们当时应该报名是可能当时表演系报了10000多人，最后录取了我们年级一共50个人。哇、哦、万里挑50哦。数学不错。你是怎么层层过关？你觉得你是靠什么
最后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放得开，可能会招老师喜欢，我会比较自然。就像很多考生在考试的时候会给老师一种我很胆怯或者是我很不自信的感觉，其实这样是老师最不喜欢的。老师就喜欢你站在台上落落大方的跟老师自我介绍，表演你所有的声台行脚的技巧，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听说好像中间的考试环节当中，一试二试，特别二试还挺难的。对对对，因为二试我们是有就是加入了专业课的表演，我们之前只是考台词啊这些，但是我们二试有专业课表演。比如说像我们组给的题目，老师给的题目会很生活，比如说我们组当时是群像表演，演的是下课了、下雪了和下雪了的下课了。哦，这个题目叫题？对啊。啊，这题挺难的，你能再现一下吗？可以啊，那我一个一个来。好，先是下课了。对，下课了。然后下雪了。对。最后合在一起是？下雪了的下课了。下雪了的下课了，我这舌头都没捋过来。好，来，先是下课了。大家看一看啊，中戏表演系二试的考题。这个学校到现在都没有用无尘粉笔。你是哪个班的？我是班主任啊。还有就是下一个是下雪了。又一个扬帆，实话实说，还是停留在大三的水平。您来个大四的水平，大家说好不好？哟，这是来批准。首先一看，就是还不够观察细节。你比如说下课了，啊，你应该最生活的就应该是这样。我也给你报个幕，好吧？接下来是中国传媒大学，你那时候还叫北京广播学院啊，表演系大四的学生，即将毕业的杨帆，你这是要上厕所吗？你那么着急还不赶快去上厕所？很注重细节，其实就是还原生活啊。对，就是还原普通的生活。请记住他的名字啊，薛慧薇，明日之星，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中戏表演系大三的学生薛慧薇。黄金一百秒属于你，计时开始。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的稻花儿香，高粱上送你去远方。
挑战成功。祝贺最后一位，不准骄傲，继续努力，也希望你们学校更多的同学能够来到我们黄金一百秒进行舞台实践课，加油！掌声送给薛慧薇。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陈静松。哇哇，哇，这个礼还不够，应该是这样，这不应该是这样，这关老爷得拜啊，恭喜发财，恭喜。哇，杨帆老师你好，嘉宾老师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扮相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啊，忠义的化身。那您是关公的后代啊？不是还是转世？不是应该这么说吧，我是特别喜欢关公这个人物，特意模仿关公，展示关公这种精神。也就是说很多人喜欢自己偶像打扮的跟偶像一样，可能我们最常见的是一些明星，但是您跟他们不一样，你喜欢的是古典的人物。对，而且古典人物关公其实才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真正的心中的偶像。没错，可以说整个亚洲地区很多人都崇拜关公。对啊，忠义的化身嘛。关公啊，大家都知道，英勇神武啊，忠肝义胆。没错。那么文武双全。那么今天呢，我将把我的青龙偃月刀也带到现场，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也觉得，我也刚才在登台的时候觉得这位关公空着手上来有点不习惯，切点东西。对，来，请上。好，来，青龙偃月刀，掌声有请陈劲松先生。关公是他心中的偶像。哇，这是有气势啊，这还真不是花拳绣腿啊，陈先生是有真功夫的。好，往那边劈，再往左手自我使劲儿。好，哇，好功夫，好气势，棒棒棒。哎呀，陈先生您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模仿啊，你看，谢谢。他真是有那种精神头在里面啊。没错。其实吧，我今天来到黄金一百秒，是来为我的小孩而来。我的小孩啊，关平。关兴。不是，现在在上学。嗯。给小孩的误导了，现在的社会啊，都是一种经济和物质的这么一个社会。但是我想告诉我的小孩，人间自有真情在，要像关公一样重情重义。没错。谢谢。对对对，其实忠义的精神一直在传承，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12个词，爱国就是传统的忠，对不对？诚信敬业就是义，所以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对对对。您刚才说了关公可是能文能武啊。那么刚才武的展示给大家，那么文的我也准备了一下，来，有请。文的也可以吗？真是文武双全呐！啊，他个高，你展上面，我展下面。来，横着。要这是个横幅哦。这架势可是得双管齐下，这就更绝了。关二爷，啊，稍矮一点。真棒！
一个福。正手写的是正福，反手写的是反福。那么送给我们的黄金一百秒和所有现场的好朋友，希望你们福气多多。谢谢关公。好，来，也挺好。没想到关公亲自来我们的舞台，还给我们送礼物。在家里吧，特别关注咱们中央电视台黄金一百秒。说实话，做梦都想能够登到咱们的这个黄金一百秒的这个大舞台上。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多多支持，谢谢你们。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有请关公过五关斩六将。钱先生，请准备，黄金一百秒属于您，计时开始。传到今天，正当寂寞愁，样样尽全。黄连的脸谱，千姿百态，无声的大斗，最是精彩。刚才希望跟你最后把这个笑声共同演一遍，就最后唱完之后那个，我这三二一，你们俩一起好不好？啊，好的好的，三二一，哦哦哦哦，你怎么笑这么开心啊？我这个气没有他长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好，三二一，哦。啊！失敬失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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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尴尬呀！这个都比刚才强，这可能吗？悄悄的礼物送给您、哦。好的，谢谢。掌声送给陈俊松先生。有请。三弟，大哥，高声了。好。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张璇。Hello， 欢迎观众，太巧了，观众太巧，你拉住我们选手的手不放，是吧？你好，你好，你好。哦，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穿越的时代啊。这刚送走关公，这不仙女下凡了吗？那现在天上是夏天是吗？您自我介绍一下，您是从哪个朝代来的？现场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璇，今年20岁，是一名大三的学生。你学的什么专业？
我现在算是一名拉丁舞的教师。大三的学生又是拉丁舞的教师。嗯，你现在在大学学什么专业？国标舞。哦，哪所大学？体育大学。哦，北京体育大学。哦，国标舞专业，厉害。同时又是拉丁舞的老师。嗯，带过多少学生？带了，我8岁学习跳舞。8岁就带学生是吗？8岁开始跟老师学，然后14岁的时候当助教，15岁的时候开始自己教课，自己去教。14岁当助教，15岁就开始。对。哇，真厉害，挣钱真早。我们谈艺术好吗？不要那么现实好不好？那个时候一个月收入多少？谈钱伤感情啊。但是啊，小妹妹，我要实话实说、嗯，这个舞台上来过很多优秀的拉丁舞的选手、嗯，我不知道你除了形象靓丽、年轻，跟他们比起来，你还有什么优势？就现在很多都只是跳动作嘛，然后我的会带一点中国的元素，我可以把那些东西融合进来。就是你的舞蹈是有故事情节的。对。那我们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有点糊涂了。《红楼梦》就行，比较中国化一点。拉丁舞来展示《红楼梦》。来，音乐起来了。一个是美女无瑕，我说美妻。哦，确实是拉丁舞的舞姿，但是柔美了很多啊，就是动作很慢。这是真正的中西结合呀、啊！没错，很穿越啊。嗯。你需要贾宝玉吗？宝玉哥。来，掌声鼓励一下。也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就是拉丁舞的柔的一面，因为拉丁舞平时在舞台上看到更是那种动作利落潇洒，让我们感到舒缓。除了红楼还有什么中国的古典呢？中国的4大名著西游记。拉丁舞表演西游记、来，因为我们黄金一百秒的舞台观众非常熟悉，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从西游记来的。来，掌声有请二师兄。你就看郎才女貌，对不对？二师兄好。来吧，还是刚才拉丁舞的动作，你虚心点啊，别破坏这个意境。来，音乐已经响起，来吧二师兄。顺拐，你看。好，谢谢。谢谢。也谢谢二师兄。谢谢二师兄。我帮你，谢谢二师兄。我舍不得走啊。我帮你擦擦口水。好。所以现在张璇是你的方向，就将来的拉丁舞的教育这一块是你的主攻方向。嗯，对。而且你是喜欢把中国的元素跟这些西方的这种舞蹈元素结合在一起。嗯，中国元素加上剧情，带入流行音乐。为什么来黄金一百秒？我想借这个舞台展现自己，然后以后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就是刚才你所说的中西结合的舞蹈工作室，想好名字了吗？可以让你做个广告。张璇舞蹈工作室。好，比较朴实的孩子啊。准备好了吗？张璇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好，张璇请准备，黄金一百秒属于您，计时开始。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to know. You only tell me.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A million times I ask you, and then I ask you over again. You only answer.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If you can't make your mind. If you really love me, say yes. But if you don't, be confess. But please don't tell me.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uh-uh. Perhaps, perhaps.挑战成功，祝贺张悬。来，有请，一根小小的金项链送给你，加油，加油，张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七仙女组合。欢迎各位仙女。哇哇哇，这是哦哦，这是来自联合国的七仙女吧，先生吧，爸，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姐，我来自安徽宿州永桥的，我叫尤彩霞。大姐，这是。大家好，我是尔杰，我的名字叫大山，我来自乌克兰。叫什么大山？那是说相声的。大山。Nasha。Nasha。Nasha。你这什么耳朵？大山。大山。大山。啊，大山。三姐啊。我叫阿斯玛，我来自阿塞拜疆。阿斯玛，哦，好听。阿塞拜疆，欢迎。大家好，我是穗姐，我来自阿塞拜疆，我叫艾希丽。艾希丽，来，接下来你来采访，我怎么能够对吧？你好，你是几姐？五姐对不对？我是五姐，我叫玛丽娜，我来自美丽的乌克兰。哇，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六姐，我的名字叫艾诺尔，我来自阿塞拜疆。欢迎欢迎，那不用问了，你是七妹了，你肯定去度假了。对，大家你好，我是林弟妹，我叫琳达，琳达，我来自科特迪瓦。啊，科特迪瓦，你知道七妹，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她叫董勇。是我的老公。七妹啊，你这太直接了，咱这不还恋爱关系呢吗？直接证就领了。你说你是我太太，我是你老公。七仙女当中有经典的对唱，你会吗？那首歌？我试试。好，好，你看歌还没唱，表情就到位了。你就是要进洞房吗？我不是，我看树呢。啊，来，你们俩谁先唱？当然是七妹，你先唱《女士优先》嘛。来。Les oiseaux des arts。现在七仙女会多国语言，你要理解。这是哪国的话呀？你继续，七妹，我看鸟呢。
的梦听 I would smell face。 还有吗？没有了。你们看得出来你们俩是到国外度的蜜月，回来都已经不会唱中文版了啊。因为你到外边没少。大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七仙女组合在2015年的身世背景，他们六位？他是我们安徽大学孔子学院的留学生啊。掌声送给我们六位姑娘啊。欢迎欢迎。都是我们孔子学院的留学生啊，所以你们就聚在一起。他们非常酷爱我们中国的剪纸文化。啊，还会剪纸啊？哎，对。七妹，你愿意给我展示一下吗？来来来，七妹给他剪一个26个字母。我帮你拿话筒，因为大姐是剪纸的非遗的传人啊。好。啊，这是。哦，你真调皮，五妹。啊。所以这是大姐的绝活，蒙上双眼。Oh. 啊，我们的另外六位留学生，来自科特迪瓦、阿塞拜疆、乌克兰，这样亲身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胜过文字，胜过语言。除了言传，我觉得更需要的是身教。啊，董永也要上阵吗？剪好了啊，好，大姐说剪好了，小心一点，我帮您拿着，大家看，这是蒙着双眼剪的，很漂亮啊。来，我们看看二姐，啊，这是一朵什么花？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乌克兰花，可是我不知道用汉语怎么说。星星，来看三姐，这是什么？团花。团花，好，来，还是花？啊，不是啊。花还是元宝，是个元宝。哦，元宝，哎，还知道元宝啊，非常好。这是，很好，很好。这是乌克兰的羊。红羊，红羊，红羊啊，也但很棒，很形象。啊、乌克兰的羊，今年是中国的羊年嘛啊？好、啊啊，来看六，哎呦呦呦，六姐，哎，六姐这个漂亮哦，哦，双喜。而且你看，我第一次见这种双喜，而且你看它还有动感，因为它下面没有剪断，就有点像两个人那个心还扑通扑通的跳啊，很棒。得了，那倒不重要，接下来看看七妹。你来介绍你媳妇儿。七妹，展示一下你出国留学之后的新作品。这是我的心，我送给你。哦，谢谢。你剪老半天就剪一个心啊。哎，杨帆你呢，你送给人家姑娘什么？你先替我保管你的心。七仙女什么？精美的9999纯金奖牌，现在我要亲自带给我的七妹，请接受纯金奖牌。脸上说爸爸点。祝你成为今晚的黄金选手。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七仙女，欢迎你们来到黄金一百秒的舞台。我今天过来还给你带一份礼物。哦。嗯，给我们栏目组带来一个礼物。你怎么剪完只裤腿都短一截？哦。三二一，哇、哦！咱们俩合在一起给。还真的挺，哇，真的挺像啊、哦。
剪纸能够剪出这种神情啊？我这个还挺像，加明哥那个缺点皱纹。谢谢谢谢啊、哦，谢谢谢谢，真棒！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谢谢谢谢。哦，这个真厉害。谢谢，欢迎七仙女。接下来我们把黄金舞台留给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句话应该练过对吧？啊，对。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还有回音啊！请登上黄金舞台。六位安徽大学孔子学院的留学生和一位中国姑娘组成了七仙女组合，黄金一百秒属于你们，计时开始。这又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来体验中国文化啊，中国的传统舞蹈，哇。弟妹很害羞啊。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小夫妻组合。大家好。你好。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小夫妻，来先给大家打声招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北吴桥的小夫妻组合，我叫季辉，今年31岁，旁边的这位是我的老婆。大家好，我叫陈双，也是来自河北吴桥，今年30岁。谢谢。结婚多久？结婚2年多，不到3年。搭档了多久？哦，搭档了10年了。10年之多。还是传统的爱情故事。没错，在工作搭档中擦出了火花，也就是意味着你们工作不认真。但是就从你穿个围裙上来，我真看出来你们两个跟其他的杂技演员、杂技组合有什么不同。哎，杂技呢有很多的表演形式，有高空惊险的、地面滑稽的。我们俩呢是以我们夫妻恩爱的这种形式，快乐激情的形式表演给大家一些生活当中的道具，给家带来快乐。那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好，露一点点。道具老师拿我们道具。很甜蜜的绝技啊！就是厨房当中很普通的盘子、果盘。就他一扔盘子，你一接，我就看出家里的地位。家里的地位，我很被动。因为杂技比较好动，有的时候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有人正常的是自己拿盘子，像我们俩就正常啊，老婆给我拿个盘子，我就会就扔过去。那你们家的餐具应该都是不锈钢的吧？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吧。展示一下一些简单的动作，就是如果做饭了，锅什么都下锅了，等它熟了没事就转两下，再玩一下，偶尔的就是玩两下，完了后就是简单的，这个是属于在厨房日常生活当中的，没事就是活动的东西这些。
都是再多了就是来继续增加两个，然后啊三个，很生活化啊。对，平常这个就专业点了，就是三个。对，这个就专业了。太太的工作就是负责传是吧？太太主要是以打下手为主。厉害厉害。三个你要不要试一下？三个要不要试一下？这没练过肯定不行啊。我给你看。让我老公教一下，我帮你拿话筒好吗？杨帆的优点就是好学。抓住，往下滑，接住。哦。要那只手接住，杨帆。要这只手。要左，哎，从左，就是，对。哎，对对对。对。好。太生硬了，太明显了，太刺激了。你怎么最后都坐到屁股那儿去了？慢慢的，慢慢的。简单，慢一点，让它往下溜住，接住，溜住，对，溜，往下溜，溜住，接住，对，溜。我们看看杨帆的左手是假肢还是真肢？有进步的。往下慢慢溜，接住。杨帆。你学了四次，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家就直接接了，你每次都要这样。这个杂技的东西感觉视觉上有的时候觉得会很简单，其实呢都是很他是很要很辛苦的训练。对对对，三个比我们强多了，我们当时练的时候哇经常失误。是吗？他好多了是吗？好多了。这种聊天的嘉宾。你要金牌还是要金项链？我要项链就可以了。好了，小两口选择自己创业很辛苦，但是也挺好的。为什么呢？也许在事业中的这种困苦会是你们生活中的内容，夫妻之间会更加的体贴。我们常说患难夫妻，对不对？对，共苦同甘，是的，会越来越好的。对，舞台上会越来越精彩，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是，加油，小夫妻组合。好，谢谢明哥。准备好了吗？谢谢。好，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从搭档到情侣，从情侣到夫妻，舞台上的小夫妻组合，黄金一百秒属于你们，计时开始。平时的表演有什么不同？非常紧张，我们做了很充分很充分的。紧张的理由是怕挑战失败，还是说怕挑战失败之后太太不高兴？都怕。很好，结婚你过来。
交给你了，你懂的。我想借此机会对我老婆说一声。你对老婆说，你看李佳明干嘛？紧张紧张，不好意思。老婆，这么多年你跟着我辛苦了，没有给你一个豪华时尚的婚礼，今天在台上容得好的接点，谢谢你老婆。以后你不要演出了，这个家庭就让我作为男人的责任自己扛起来。下一步有什么计划？下一步我们要一个宝宝，祝你们成功。谢谢，继续加油，祝你们幸福。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想一个孩子旁边说哎，祝你成功，加油。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我叫傅家霞，今年55岁，我来自河北唐山，在一家饭店做菜团子，大家给我起个外号叫菜团子大妈。我非常喜欢唱歌，我一直坚信只要努力拼搏努力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掌声有请傅江霞。你好你好，嘉宾老师好，杨帆老师好，傅大姐你好，别叫老师啊。我给你们带礼物来了，这是我包的菜团子。菜团子啊，里边是菜，特别好吃，哦、尝尝吧。您是家庭主妇吗？我是那个北漂。我一会儿再吃，对，看看，谢谢我们，我帮您拿。我是一名北漂打工的，在饭店做菜团子，我老家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55岁。哇。傅大姐，您刚才说了一个我们听着很耳熟的，您55岁，但您介绍自己是北漂。啊，对，我40多岁，46岁来北京的，漂了9年了。漂了9年了。啊。您家里的情况？啊，我家里边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媳妇，还有一对龙凤胎的孙子孙女。您都不管他们了？啊。你就来北京漂了？是因为我有梦想嘛，就是梦想着登上这个大的舞台嘛，所以说呢，一狠心的吧，就出来，就是为了我的梦想唱歌，就在一个饭店，这个饭店里边呢，可以就是连干活，还可以上台唱歌，就是为了这个舞台，我就在这儿，整整干了9年，然后8年，过春节都没回过家。为什么一定要唱歌呢？因为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可以说一会说话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唱歌，就特别喜欢。如果傅大姐那么坚定的在这个年纪决定来北京北漂，您肯定有自己的本领。在北京这几年，就是我天天我们上班之前，我都大早起，我都拉着音箱上公园里练歌去，上公园里练去。然后呢，我还学乐器，我都是想，只要是我这个事儿，就他们说。你多大岁数了？你手指头都不灵了，你还学乐器呢？但是我就想着说，那我也得拼，我还学了一件特别复杂的乐器。那乐器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乐器在下边呢。哎，有请工作人员。现在我们把您的神秘的乐器请来了，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吧，就是中间这都是一个普通的电子琴。然后这个呢，它叫琴中琴，这不就是一个键盘吗？键盘，它也是一个键盘，它是那个像手风琴那个左手那贝斯差不多。您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我这个是从2013年的11月开始学的，学了3个月，学了3个月我就比赛去了。学3个月就能上台了？您再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下面脚踩的是什么效果？脚踩的这是个脚鼓。脚鼓。对，下边这是一个电子脚鼓，就像那个。跟9月奇迹双排键一样啊！对，哇，那就你就一个人就乐队就齐了。来吧，接下来给我们展示一小段，好吧？好，有请我们55岁的傅大姐展示一下。
龙来了。谢谢，确实很佩服这种精神。嗯，但是呢，妈妈，特别是您现在也当姥姥了啊。嗯，当奶奶了。当奶奶了，在外面儿女也担心。嗯，给儿女们说几句话吧。我只想说，首先呢，我感谢我们亲家母，给我这么多年，就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3周半，已经4周了，已经上幼儿园了。这4年一直是我们亲家母看着，我表示感谢，谢谢亲家母。然后呢，我也非常感谢我儿媳妇给我生了一对龙凤胎，我也特别高兴。我儿子也特别支持我，我只想跟他们说，你们放心吧，我在外边也一定会加油的。准备好了吗，何大姐？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一位北漂的妈妈，一位追梦的奶奶，富江霞大姐，黄金100秒属于您，计时开始。每一天又每一年，急速冲地往前赶，苦了倦了累了，你可千万别回难，是路那就免不了又走走看看，就看你怎么去闯，怎么去闯每一关。我出个眼来给自己看，千难万险脚下踩，啥也难不倒咱。心中有情有爱，风里走，雨里钻，到了雪里别感叹，别感叹。我出个眼这首歌唱出了他的心声，没错。挑战成功，祝贺富江霞，祝贺你傅大姐，谢谢。是金子总会发光，和他的年龄没有关系，没错，梦想和青春跟年龄没关。谢谢。这个金项链想送给谁，还是自己留下？这个金项链我就想送给我们亲家母，送给我们孩子的姥姥，我感谢他。好，谢谢。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李欣。你好，杨哥好。杨哥是骗子。你好。哦，因为他手里有机关啊。
你好，李欣。大家好，我叫李欣，来自安徽滁州，今年24岁，我也是一名杂技演员哦。哟、哦，哟吼，很调皮哟、哦。那你的杂技绝活跟别人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因为杂技员从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杂技，我比较学习的晚，我20岁才开始学习杂技。20岁？对。那不是出道太晚了吗？要不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好啊。有请道具师傅，麻烦上下道具。现在这个瓶子在你手里了啊？对。嗯，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帮我检查一下，看这个瓶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看看我的话筒和瓶子哪个质量好。要说没问题，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你这个瓶儿，汽水呢？喝了。让你们给喝了，对不对？干一个。都没有，嗯。很经典的一个。嗯。啊。没有。没有问题。对吧？嗯。然后看好了啊。一个女孩子喝汽水至于喝得那么暴力吗？没有，就听过有人吹牛，没看人把瓶子给吹破了。哇、哦哦、所以你刚才表演的这个小绝活，但我觉得它不属于杂技范畴，它属于绝活，但你又说你是杂技演员。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杂技演员这方面嘛，然后每次看到杂技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所获得的观众的掌声和呐喊声，然后就我感觉就像大明星一样，那时我就梦想着自己能够有一天像他们一样能够站在亮丽的舞台上。那你距离你的梦想成真就一步之遥了。没错，准备好就差一个口号了。准备好了吗，李欣？准备好了。没错，就差一个口号了，大声说出来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希望在舞台上找到大明星感觉的李欣，我们给你100秒，计时开始。单手把筷子挥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李富山。支持我，加油加油，好好好，
两位老师好。你好。好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哇。哇。我是来自河南的，河南正阳的，我姓李，叫李富山，希望大家支持我。您今年49岁了。哦，那是老大哥啊。这身打扮很特殊，有点意思啊。这身打扮其实有点似曾相识啊。啊。你在后海蹬三轮，对不对？哎呀，骆驼祥子就这造型是吗？富山大哥，您现在的职业是？在家里办了一个武馆，搞武术的。哦，那还是有真的说话的重量。那您心中的偶像是李小龙喽？李小龙、成龙、李连杰，何以见得？对，何以见得呢？何以见得？我经常模仿他们。李小龙，我给你模仿一下，好不好？直接来啊，李小龙。向他翻译，这才是中国拳。哦，很入戏哦。哦，哇！哦，金钟拳第44，小龙喷龙。还有台词呢，好，笑不笑？笑。李小龙，成龙。成龙的，让我想想。我点的有刀刀好比浪潮，醉拳哦，喊咬啊！李连杰，居然你怎么不练了？师父，我住和尚3个月。不是在这挑水打柴，就是在这儿蹬脚。师父，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3个月。你看师兄弟们，这头冒烟交陷坑，这金刚躲追的功力，非4、5年不行啊！记住，要练武不怕苦。弟子真进，起，两，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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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不仅研究每位功夫明星他们的招式套路，你还挺喜欢看他们的电影，对吧？对对对对，我看这个台词记得很好，还很有表演的天赋。没错，所以说将来您的发展方向，你也想做一名功夫电影或者电视明星吗？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不是目的。您的目标是？我希望这个两位老师和在场的所有的观众能够支持我，给我一个平台来展现自己，好吗？好的，好，来，富山大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好，谢谢。黄金100秒计时，哦，开始。The way she came into the place, I knew right then and there. Michael!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is girl. The way she moved, her hair, her face, her lines. Divinity in motion. As she started to move, I could feel the aura of her presence. Every head turned, feeling passion and light. The girl was persuasive, the girl I could not trust. The girl was bad.The girl was dangerous. She came at me in sections with the eyes of desire.
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万纯金9999领创品牌梦金源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我们第一个环节全部结束，根据我们的规则，只有在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前3名的选手可以进入再战一百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您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由中国万纯金9999领创品牌梦金源黄金提供的精美奖品。前三名选手分别是：第一名薛慧薇，第二名小夫妻组合，第三名55岁的傅江霞。祝贺以上3组选手进入再战一百秒，更要感谢其他选手在第一回合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也希望进入再战一百秒的3组选手换装之后带来更精彩的表现。这是一枚由中国万纯金9999领创品牌梦金源为今晚唯一那位选手打造的9999纯金奖牌，谁能获得马上进入再战一百秒。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薛慧薇。一百秒计时开始。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爱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掌声送给薛慧薇。接下来掌声有请小夫妻组合，一百秒计时开始。这两夫妻的默契啊，
谢谢小夫妻组合，谢谢。接下来掌声有请富江霞，100秒计时开始。谢大姐的演唱，掌声再次请出前两组选手。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今晚的最后一次投票，投支持票，请记住他们的编号：1号薛慧薇，2号小夫妻组合，3号富江霞。在最终结果揭晓之前，再次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下载黄金100秒的手机客户端，请上传您的才艺视频，祝您赢得大奖。谁是您心中的黄金选手？请投票。本场的黄金选手就是本场的黄金选手就是小夫妻组合。再次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掌声对劲。